找回诚实和廉耻心的记得。咱即马倒转来了，又换到咱王董的吼，啊，为台南来遮台北土城遮路过，这个王董的。一百工。咱继续看咱一百工，一百工，一百工啦。多啊，头尾哩多啊，一百工。嘿啊，所以讲咱这。哦，有遐因会听无啦？什么叫一百工？咱较早拢讲百日嘛，啊百日吼，较早拢讲百日嘛，啊百日是清气象嘛，啊即摆百日无清气象，无清气啊，到现拢无听着声音，讲已经破案啊。无啦，我来解释一下啦，吼，在遮咱来讲一百工啊，是阮台南有一个八十八千啦，嘿，哦八十八千都发生从十一月十日，吼都发生十一月初才发生。半暝发生，我十日就来到，就路过来到迄落咱的所在啊啦。哦，啊到即马算下，我算咧拢一百工啊咧。哦，啊你来，你讲到当来是感觉讲对即个八十八枪，对阮台南无影响的款咧。啊，你应当因咧讲啊，你也无撞着人啊，对啊。哦，啊八十八枪，若讲又讲撞着一个两个时阵。人伊最主要，人伊迄个八十八层，伊毋是要断人，伊迄是示威，啊来甲你通知啊。对啊，先甲你警告啊。嘿啊。诶，咱知啊。嘿啊。毋过因当时因讲的因毋知啊。哈，无来。无啦，即款是严重啊！因感觉即个人想讲，拢那想因讲讲食硬啊好啦。无啦，迄个魏应聪讲无现实的拢会使卖啊，啊，这落无人都无现实。魏应聪无我早夜排啊，抵住诚心这个魏应聪啊。系啊系啊。哦，伊讲无现实的拢会使卖啊，讲卖食落现实的都袂使卖，啊，你若无食落无现实的拢会使卖。那今仔日因要讲的事实，即个问题咱讲到。咱这问题啦，问题讲这八十八千，啊，毋是讲方养林，毋是讲高升去啊。无啦，本地是要得高升啦。哦。伊阵因内底讲出来，就是讲本地你也讲，阮台南都一个讲哦，来警察局个秘书啦、秘书啦，吼，秘书我讲三声秘书啦，哦，讲来到唔知来到中立啊，倒一搭讲有哪为着考考啊，啥物回时阵啊，讲有人讲恐吓啦，是啥物？因讲是讲恐吓啦，哦，所以但是屁家你放两年了，有哪讲官运要讲好啊好，要讲歹啊歹啊，怎啊屁家？本地是要升起来讲警政署的副署长啦，因听讲，因咧讲的这个消息是安尼啦，尾仔伊讲听讲咧调离警政署内底 A 内勤的办公室，啊内勤办公室嘛是分大小啊，伊嘛不得嘛扣一个大号，伊当咪扣小的，对啊，即马要讲到当来，变只反映伊调来警政署来讲，阮台南市警察局调即马换一个讲东西。哦，这地太局、屏东地太局讲，哦，当时拢伊接受伊咧查的，这个讲一个吼，怎么讲有人来做阮台南市的警察局长啦？哦，啊，着那时候十六有交接吧？十六今仔日嘛，两嘛就话你尔嘛，吼，就话你可能是哦，以前我来讲的是咱过年前吼，咱过年以前吼，咱过年初四我有得来遐一抓嘛。哦，迄是诶，几抓钱啦？有咧讲啊，都过年用休困一下，看过年后看。啊，既然咱都无讲，无讲伊嘛点点咧。哈哈，我爱讲。哦，那点啊点点咧。哈哈，啊，你都无爱讲啊，你都。我想啊都因我进入我的新的警察局长来到阮台南，啊来尊重一下呢。哦，啊尊重毕竟怎看恁怎夫妇呢？啊，咱都快步步啊。哦，唔是啦，无，你王大，你即摆先听我讲者，即个民进党即摆讲民进党哦，我唔是讲家己的人骂家己的人哦，你民进党你执政嘛，啊你即种诶代志，你敢未使讲点点无要破案，啊结果咧，你迄落选举也选输去，啊你安尼敢无迄落？无啦，当有输。无啦，输输减尔，无输啦。哦。啊，算啊，都赢啊！伊啊，都大家官做官官，啊做官官的，啊都有输。官愈做愈大。哦，输是无半下叫做输。哦。大家愈做愈大。哦。哦。啊，搁迄个方养林讲，家调伊去做落去，迄是小看呢，苦较落，连伊搁请。对啦，你啊讲国民党执政，伊就都起来啦。对啊，唔免国民党执政，伊嘛是照常会起来啦。啊，即马切多，哦，即马有机会就对，毋是浪费啊。机会来伊都，哦，啊，算讲是讲一个形式上，对，麻烦社会安尼。对啊，咱天天来毋捌嘞。
因遐规一路行来七十几冬啊，你也毋是今仔才捌国民党，啊，即嘛是恁台南听讲是国民党咧执政啊。唔、嗯，啊，即嘛人咧讲啊，讲人咧讲讲啊，着阮黄伟哲市长因啥物着正顺的中国党啊。系啊，嘿，啊所以讲哦，若安尼啦。议长的代志，迄啰算技术啊！你方养林哥，即卖你安尼，应该迄啰也爱互伊辞职啦。你敢毋知方养林爱辞职啦呢？无啦，即款代志咱讲实在啦吼、嗯哦，你方养林，相信你阿爸捌捌过。迄敢无啦？问题你坐遐位啊！你若我王董下咧坐位，我嘛爱负责啊。对啊，对啊。毋过毋是我坐位，我着迄个 complain 啊。嗯。哦，毋是啦，我是感觉讲八十八千，又搁高薪啊，一百工啦吼。嗯。地方也垫垫，中央也垫垫啦。哦，啊，即摆我问伊内政部长，即摆着即个林佑昌嘛。嘿。哦，啊，林佑昌嘛要听伊讲一句话呢。嘿。阮地方无讲，伊内政部嘛无讲，着警察署嘛无要出来讲啊呢。啊，袂记啦！哦，啊，我是台湾遐电视台咧操劳啦。嘿。哦，即个代志啊，咧要放好了，讲起来。我上惊讲含电视台都拢袂记住。那袂紧啊，咱就算咱就路过过来啊。哦，啊，记账袂调一百工啊啦。哈。哦，啊，即摆万华讲啊，即摆的凶手啥物人，啥物人的，即摆都嘛解汤啊，处理啥物货，万华讲讲这啦。嗯。哦，啊，这个枪声啊，到有存在无？我嘛唔知呢。嗯。哦。无，迄支枪是对啊来的。我倒来，因讲即摆着啊，倒人凶手着。查讲罗啊捡着的。无来，拢罗啊捡的，拢是水沟啊，有时啊啊下着有得捡的。我、哦、你也看，你看今仔日的报纸好哦，啥物掠着毒啦，安尼啊好啊，一片大片啊，哦，咱的行政院长啦，有诶无？你看咧好哦，你看看看边啊遐遐官员着几百个啊。哦，毋是啦。一个人开三千万哦，去买一个迄落怎啊咯？温迄落什么安非他命还是什么什么药啊？伊咧讲一只船啊，啥物货？对啦，讲开三千万尔啦，啊，着去温遐个啦。哎，反正呢，即马一个讲因囝食毒，啊，因老爸对啊对，讲有哪咧破一案呢？讲毋知几栋呢？哎呦，几栋？哎，啊，即个含即个我即摆讲个，讲有一只讲游艇啊，啥物讲内底讲。讲毒品讲偌济都偌济咧，啊，即个都拢掠着啊。哈。啊，啊但阮偏偏阮台南八十八千都还都搞不清楚。拢掠袂着。哦。嗯。无啦，即款人会伤过离谱啦。第一讲较听，阮台南市长黄伟哲也离谱啦。哦，警察局长啊，你较早反映人都有呐，有呐，听讲都调职啦，啊，调职是有升官无升官，也毋是阮的代志啦。迄拢不强在啦。哦。你升官上任三把火嘛，上无你嘛现在破一案呐，这个八十八。无啦，啊嘛讲爱有开一个记者会，讲感觉这问题，你即马新的警察局长，你到今仔日嘛是够话费安尼。嘿啊，啊伊迄三百块拢烧一堆。唔知呢，啊伊当时讲吼，迄地太局这个案讲拢伊处理的，啊到阮台南市，后头是讲伊处理着地太局，啊来到阮台南，你看甲台南嘛点点。敢会臭屁？无啦，有臭屁无臭屁？你看你警察局长来到阮台南，这个阮台南八十八招，看你内政部有讲啥无啊？无我不要紧，我明仔载我咧敲来阮学家，阮学家，我下期拢有咧，含我讲，哎、欸，阿伯，拢因拢有咧查，我好啊，有咧查受迫啊，无。查到对唔？哦，查到对唔？啊，干那迄边迄个桑杰，伊要出来选市长，伊讲无？嘿、欸。迄什么用？迄啰两个警察少年的，叫人一个人用民国刀刣几啊十个。无啦，迄拢未破案啦。无啦，迄拢啊，无啦，有破案，有破案。有破案，啊，迄啰拢无看到伊的后续迄啰报道。无啦，即啰拉啰，大家拢失职啦。啊，未使拉。无啦，我问你，即个代志，阮台南是第二分局，再到第三分局啊。嘿。啊，是安那两个警察到第三分局，因两个警察互人刣死，第三分局拢无看啥物人出来。系啊系啊，我就问安尼就好啊。最主要是，我这相，这个相当因内底安那，就唔是恁无讲啊，我就拢唔知他问呢。对啊，因为这是咱这个基层的，这个咱台新为台南市人的迄落安全。生命问题啊！生命安全甲安心迄个问题啊！恁一个上幼位啊，咧二十几岁、三十几岁警察拢上少年，都互一个凶手，讲我听，都互伊刣死啊！啊，阮的性命问题保障呢？对啊。吼、哦，啊，这个是因内部的代志，相信因也唔爱讨论这啦。嗯。哦，可能讨论到，落规拖拉机啊。规关。
啊，你无讨论敢袂使？嗯，大家拢保平安。较歹的新妇嘛，应大家嘛吼。无啦，即马就是即马要不得的，伊讲即马大家拢这个心态。嘿。哦，无是，阮八十八成到今仔一百工，还在等等。嗯。哦，我讲了一百工啊，尽管咧，我无想讲我下再要坐车拢面，拢气血吧，就即马是面拢热了啊。啊，参与讲我唔知影讲黄伟哲啦，讲着拢伊足牛的啦，选举的时阵拢嘛讲着拢飞龙在天啦。啊，结果奈台南市奈安尼讲，你讲着济唔，一项一项一波未平一波。我想简单，你咧讲就是讲遐咱经过的，咱知影，咪用针对人。是啊，是啊。哦，伊要拍我八十八成的时阵，伊嘛知影讲啊，我着啊恁经过，啊恁经过的人拢无感觉讲，啊到底问题要来出安怎？哦，大家讲，大家因了一句讲无啦，啊，都无拍着人啊，我着啊，如果拍着人，你哪会当有一个某目标？嗯。哦，啊，这个代志我着先。反正拍着人，迄个人是甚物款的身份的人，佫有另外一种的关系。哦，啊，你想想简单，即摆的行政院长嘛无听伊讲，阮台南有八十八成啊，应当你去哩台南八十八成，你也足在意呢。对啊。哦，唔是呢，你大家讲陈忠安，你这陈建明，陈建明嘛吼，行政院长。陈建林，哦，陈建林，哦，陈建林院长，哦，你对阮台南市一八十八千一百工，拜托，啊，阮在意一下，嗯，哦，问看警政署甲廉政部这个代志，啊，甲阮台南市诶这个，哦，这个大家长黄伟哲，啊，甲警察局长这个唔知啥物人，我袂记起啦，我杨林我袂记起，啊，问看到底一八十八千办啊到这个啥物程度？哦，无，我咧真正，我明仔载我咧开，哦，我过年过拢无开总统府呢。哦，久违了。哎、欸，拢无，拢无呢，我拄啊袂记钱呢。几乎忘了你的存在。哦，我咧讲啊，我咧无卡，无卡，伊也袂讲会啊，后日上你拢无卡呢，也袂卡来啊讲呢。嗯。拢袂呢。嘿啊，我感觉。我明仔载我咧卡讲啊，我无卡，你呢当作拢有那袂要紧呢。嘿啊。哦。是啊。我感觉啦，就是讲哦，你。一个这么重大的这个代志啊，你已经该下一步。无啦，啊，上问题，上问题一百天嘛，无通阮即卖遐议员，还是总长，阮六个立委嘛，拢无听伊讨论这呢。即卖拢无呢？即卖无流行讲遐啊。哦，我是议员，拢派出来啦，因问呢。嗯。大家因讲要做啥呢？嗯。我讲台南市一个中正路，你都无在调啊？你是要做啥？是啊，是啊。哎呀，啊，咱这个八十八发的迄落吼，啊，一百天足一百天的吼，咱就该讨论到遮啦吼。无啦，一百天都呼吁一下，我呼吁讲咱的这个行政院长陈建仁，哦，啊，甲李进博长林佑昌，哦，阮台南市的这个大家长黄伟哲，哦，甲阮台南市的警察局长，我歹势，我唔知伊啥物啦，哦，因为今来转来阮台南打过话问你。啊，无甲恁人民安尼落。无啦，嘛敲电话来问讲，哎，啊，恁台南市的八十八千，啊，恁台南市的感受安那？嘿啦，嘿啦。哦，不要紧啦。开一个记者。哦，不要，这个顶面我感觉吼，这个代志，我感觉这个代志，因为咱今日讨论到阮台南市八十八千一百公。我明仔载等于我咧啊，跟啊迄类咱的总统府啊，召回一个啊，问咱蔡总统看伊这个代志有咧在意无？啊，也讲无在意，咱就平样帮伊遵守。哦，啊，对咱的行政院长陈建仁，哦，啊，对廉政部长林佑昌，哦，啊，对阮台南市大家长黄伟哲，哦，啊，对警察局长，哦，以上。哦，当然，你有听到啦。哦，不要紧，我无插。不要紧嘿。嗯，不要紧。哦，你唔插我，我就想着我就路过来吃。哦，啊，得来咧，面都大了，哦，你讲像安尼气笑白笑。系啦，系啦，好啦，吼，感谢。找回诚实甲廉耻心的记得，才会当救台湾。找回诚实和廉耻心的价值，才能够救台湾。Thank you.